不然我直接请教前辈好了，好不好？孟哲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想要得奖，选对节目很重要，加入哈林小队吧。嗯，汉典，刚听完 Cindy 的战力分析，觉得每一组哦，确实实力都很强，都很有机会拿奖。真的？但你觉得到底怎么样才有机会可以得到奖？尤其是我手上这个益智级实境节目主持人奖。不然我直接请教前辈好了，好不好？孟哲，你的问题我来回答。OK。Yeah！ 想要得奖，选对节目很重要，加入哈林小队吧。这小刀。Yeah！ 我们节目绝对让你吃到饱，但是会让你骑到吐。OK。不过人在骑，天在看，我们节目一定会得奖。那。如果我加入上山下海过夜呢？他们不是在海底，就是在山顶。是，所以在户外，老天爷看得比较清楚，老天有眼，他们一定会得奖。那在营业中呢？耶、yeah, ，人在营业，天在看。我们骑车是骑真的，是。姚元浩他们吵架也是吵真的，耶、yeah, ，相当精彩，他们一定会得奖。那，等下我会不会接得太快？有一点，稍微再慢一点， okay, 我再喘一下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我们这一摊呢？耶、yeah! ！人在摆摊，天在看。是，他们摆得那么辛苦，人家说五百五波比，他们又有波比天后的加持，彩华，你们一定会得奖，耶、yeah! ！但是哈林哥， yeah. 你刚刚讲的好像都差不多。所以我如果真的很想得奖的话，我是不是明年就找一群小孩白天的时候到处去爬山，然后呢骑车环岛收集食材，晚上把食材煮给大家吃，然后周末的时候再带着他们到处去摆摊，这样我是不是一定就能得奖？ Good idea。 但是你可能会先被社会局给调查，你讨厌。对，好，当我没说。讨厌。好，哈林哥，但是你刚讲了这么多，每一组的结尾你都说一定会得奖。那到底哪一组才会得奖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都是哈林哥在讲啊。不然我问一下哈林哥好了。哈林哥，你刚刚讲那么多，那到底哪一组会得奖嘛？哈林小队。要有自信，非常好，要有信心。